甲伊无用，一句有法嘞，一句无法嘞。我直接甲你讲的是，我拢未无法嘞关嘞，吼、哦。这当个炒芦笋会记下去，保证有够甜的。你甲迄盘菜，你炒的炒干贝，迄盘菜全部食了，我保证你迄只盘下甲全部拢白白干贝汤汁。来，请我评价个，来，这一包干贝600，两包千二。我来讲，你咧食干贝免千二。啊，有甜无甜？方便姐，咱来干贝甜哦。你甲无下次好啊，今仔中午搁伫直播定位，到了即摆再去啊。好，来。我这个化料，我给你化干贝啦吼，来，今仔日你要这个化料，给你化葱油饼、葱抓饼啊。上面吃葱抓饼，你是要一份干贝当的葱抓饼加干贝，绝配。我当然好绝配。哎，人生就是安尼。哎，咱人生啊，炊了嘛，做好吃。来，金龙沙士五六七八，来，我来讲收起来。来。啊，为啥物我即摆要化干贝哦？因为阿姊来啊，阿拄啊顺即个势啦。啊，无我直接甲你介绍讲偌好食，我甲你讲啊，你拢听听就好啦。听啥物人来话上准？来遮买即个人计上准啦。啥过来买干贝？你听伊个上准，你对伊买上准，你听我拢无啊。我会我讲啥物嘛好食，敢是安尼？啊，所以拄啊人客来顺即个势，互恁知影着，啥要甲咱订货，食看卖。咱个干贝拢信用个，啊。你只要当个水摕落去哦，你甲我炒嘞，只要油啊味哦，我一包退一万。哦，所以这恁一买要注意，莫去买化的，迄种药啊味啊，迄种化的啊，化到更大粒嘛。咱这卖啊，咱这天然的啊，啊无是啊叫海中选择，是吧？来，今仔要食干贝，人家我莫甲化3000，化2000袂清哦，唔免啦。这包中秋节你甲喊了，我保证啊，你的全部人家，包括你的亲戚，拢甲你学落。就啥啦，这包甲咱甜的，再过你，再过你，全部招车就好啊，唔免足济人加钱的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人加新加钱，1500块了。来，请啊！来，咱们食天然的干贝无？1000块。天然的干贝，咱们食无？1000。1000块。啊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，一包够你。我只卖平，我全部就四个人加平钱啊，1000块无？来，请哦！咱们食上甜、上甜的干贝无？1000。1000块。中秋节快乐！一包是我头尾甲你交差。全部四个平钱了，1500了。来1000个。有人要食干贝无？1000。1000有人要食无？阿姐，我甲你介绍，看咧，遮甜啊，佫无化咧，啊，佫价钱遮上，这是有啥物理由无？阿尾我就当遐想无呢？这你有无买的理由吗？这有人安尼卖1000的吗？全部三个价钱啊！话莫遐济啊，掏钱啊！等下，话莫遐济啊！我用行动去证明啦！啊，我甲你讲啊，即我为外国家己进口去啦，你比无价啦！来啊，先给钱啊，三个就好啊，唔免考虑啊，先给来啦，报得起啊，1000块啊！来啊，最后佫两个人给钱来啊！来钱咯！1000块上面食干贝啊！1000块！1000上面食干贝，1000。这个过年啊，要紧。我来啦！我紧啊，这拢现做的尔，过年啊，要紧，过尾也无1000。我来讲，你无甲我买干贝，人家恁要今日落价咧啊！四个人家你甲我买一包，我赶快大袂记500啦。500，你无甲我买就给500。一个，等下，我来讲，你买少，我赶快赔我记啊！我唔是讲你买少，我甲你算较贵哦。啊，赶快批发价一包给你500了。500，一个，两个，500，两个，赶快上给你啊！干贝要啦，两个，一个，啊，你也要记个啊，干贝啊，最后搁一个500刷。两个，来怎啊？干贝要啦，搁几箱？来干贝，搁几只无500？我去，咩个？500搁几只无？来，我告你啊，500，我收了啊，50。500搁几下无？有啊，我这嘛无啊。点一个500，点一个。你这500无，我讲你无巧。我你嘛点一个500。来，你所有无搞买人家。我为着要证明讲，我这包干贝真正是天然够甜的人家，无搞要你搞买两包，上去搞，搞我鉴定一下啦，好无？你搞我鉴定一下，莫讲无买啦，咱卖到遮青啊，好无？全部五个人家，你搞我试食看卖300了，300，250块起着呀，连摆有啦，来钱，来无买你搞买几啊？我等去查看嘛，等下鉴定啊，全部顺差回去差黑钱啊，250等于啦，250，我来讲啊，我来变两，来过来，我来变两，我是无你做两包的啦，你也袂晓变的啦，今仔这天吼，歹天我尽量变两包，大家拢买会着啦。最后两个无啊，250起来。啊，你阿哥。250，我落你摕着上天然的干贝啊。最后两个250，上面啊250。250。有啊，谢谢。过来，大下四个过来。啊，对。谢谢。啊，谢谢，阿哥，来起来，装装面子。有，大下走，你帮我吃下。
现场我收了。来，哥来。哥，你娘过来，人家你搞错呢。我收啊，现场够有啊，技术条我已经给调好啊。上班仔双抓双抓饼，你来吗？我是爱新搞，你捌买过无？阮公司的双抓饼好食无？这一包十块，卖三百，你也讲新价钱的一百了。一个，我是买了八个。赚多少？你敢是假话嘞？两个，我赚多少？两包呀。两个，来了包了。你买了两包？来先。我一包不会做。我 OK。差钱吗？这个我一包无啊。这个我一包上面是没有，一包可以的。来找你阿姐。哪一家？哪个天美几啊？个750。对对啊，个一包也无啊，一包。来一杯，东东来，我先。来，丁家姐。来，过来，我们吃啥？安格斯好不好？安格斯我好吃哦。来，你叫你来哦。我今个放7500起。7000。阿、啊、姐，一包好吃够少？好吃够少？是阿姐，你包来，你说，你包给这出来不？我今晚人给王姨这种包给用，大家对出来，因为我一包没有人给讲嘛。这包是基础条。有用马铃薯做的薯条，有用番薯做的薯条，地瓜薯条，这也无同，这是用鸡肉做的薯条，这吃起来大概是安尼。后壁我教你边啊煮，你要气炸锅，要油煎，要烤箱，要油炸拢会使。这一包卖500，四啊五蚊，我全部只有六个人去搞，要先加钱，你三包我了。来三包。阿姐，我来讲，我一包可以放三包，完了了，你准备哦，三包怎么吃啊？这真正来哦。我来讲。今天我买来招三百，我一包送给你。我唔知讲存车无，无个人就搞去。这一包无好食，你另外一包唔好食哦。你也摕来吃，领200块当，全部给我摕钱。要吃指数条新价钱，200。两百。要吃指数条无？200块。一个。指数条要两百斤的无？200一个。指数条还要吃吗？200，大哥你要钱？一包。真正有够好食，比上面鸡巴拢好食。200够买来无？指数条。两包。拢有啊、哦，阿姐，我存这200尔。啊？我大概讲。你唔好买贵人家，我甲你骂，你甲我买一包当试看嘛。我来只做生意，袂甲你骗100块、200块。是啦，我每一礼拜拜五拢会食，所以我讲话袂当顶大。但你买回来140嘛？100块。你甲我买100当试食，来100块。来，对家姐两个。100块40。最后三个，我甲你骂。三个。我甲你困住，100卖给我，最后两个100。你把箱出来好啊，拢有啊吗？都有了吗？方梅姐，这两包给我，你放不了啊，150里头啊，往里头，哪里来的？方梅姐给我，150楼，我今天在中来啊。对啊，我啊，来，啊，安琪啊，钟琪姐，来，我这里画料来画安琪啊，至于你要吃香肠，那个皮肉排骨啊，好吃不？足好吃。这个也好吃，这个是大成做的中医排骨，中医上有名。这个你甲蒸起来、甲烘起来，是铁路排骨的两倍高。好、哦，啊，这我来推销你吃看卖啊，我袂让你乌白推销。你要吃香蒜排骨的人，别卖哦，你开500。你奶奶家哦，这我来讲，这我做做菜出来啊，钱啊，成本太低啦。好、哦，大成开这个品牌，开足侪钱啊。好、哦，这个成本太贵啊，啊，这个哦是铁路排骨的两倍高啊。啊，我吼，不同时啊，我希望你食铁路排骨，啊，我希望我中秋节啊，你加这较好个，当去食。啊，来，我来讲，你要食嘛，你开500、400，这两支啊，你爱食300给我就好啦。来，三包。我这两支搁送你，你食看香蒜嘞，真正加足香，加足好食啦，好无？我袂好白甲你讲啊，嘿啊，啊无，这是爱新妇加贵，好无？来，啊，我来讲啊，这是4支对无？我5支给你啦。我5支啦，啊，我5支袂敢画500，袂敢画400，我来画300了。我来讲，我搁招一个，这支你真正食看卖。一支品牌开了侪钱，恁试吃看嘛。我这支告你，你等下 Google 百中医排骨药，甲你讲这支品牌安怎做的。这支过来，我搁招一个人去搞买300好钱。两个，来搁买只排骨来无？还搁一个。一个。用我咧配。来，大家去吃一个。来，老板，你同我讲了，吃。300最后一个。一个，来300。最后搁一个无啊，300。来，谢谢，来。不是，所以电话要给老板接。
无人笑的啦。汉堡系啊，都汉堡。汉堡啊！哎，恁无买两个，敢当买三、四、四只百货了，好无？百货。乱乱，百货了。来，百货来。哦，一支真正好切啦，别甲你骗啦，百货啦，来。来。最后一个啊，百货算啦。百货。最后一个，一支你买两个啦，香蒜也无共。来，来，给我包起来。好啊。一个一千个是两百哦。我给一包啊，先给大伯个。你这是两包。两个人两块点三，小二还几个？你十五三，还几个？啊，你有人要食冰烤地瓜无？这十个拢熟的啊，哦，这麦当劳咧喊嘛好食，啊，这熟的这免煮啊，这当个就当食。水拿五十七个番薯落去做，干那甜尔，这咪加加个甜啊，唔是加加咧，唔是人咧凉的迄个叫啥？那个是凉的，叫啥？那啥物？啥物甜？是那加一个啥？奶精啊，啥物啊？这不是哦，这是天然的番薯的甜哦。啊，这一包一公斤卖五百、四百，来，那个我方便一个啊，新价钱的三百了。一个。哪些啊？一包啥？两公斤，三百了。三百来，三百块。来，最后那一个三百，上面一个番薯，冰烤地瓜三百，真正好吃。三百了。三包。够未来无？三百。哦。哎、欸，你妈咪买要一包食好吗？百五落试试。百五，百五，食好吗？抓好食。接下来百五来。一共就九号啦。哎，帅哥，哎，一班帅哥来啊！哎，最后一个百五无啦，上面哎呀，真正没有了。来，我去平啊，好不好？对。三包。有啊，来，重来啦。百五，哎，最后一包买完只，百五买就老啊啦。来吃。来，我提两包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们食好个无？皮鹅迄个飞机酒啊！你皮鹅飞机酒存只来啊！我来讲两个包冻，食皮鹅飞机酒，即当然会当煎，煮火锅嘛好食。两个落后食皮鹅，即袂好食，即袂写假个哦。两个唔免五百，四啊五百，皮鹅飞机酒。